糖水。对对对，就是什么豆花那些东西都会放。那这个是干的耶。那、啊、就你要买回去煮啊。哦，是这样煮的、哦。对啊，你现场吃。现在是人比较多。嗯，这什么味道？这个是白石榴的味道。红心煮发豆，又香又甜，白带粉丝，咖啡茶。你要这样做作的，对啊。我要做作的录影吗？你看你啊。好啊。到时候你弄 vlog 的时候就可以。看我这么猥琐的在那边。等等。你可以在那边坐着。嗯。啊、哦，有猫咪。哇，这个好死。来吧，对对对，走个 catwalk。我看这个影片是得要我来剪，你自己剪你肯定剪不下去。九分，然后我就可以在前面这里拍。